君，你不明白是吗？那我就讲给你听。我练魔仙剑时，就已经种下了魔种，虽经压制，但却并未完全消除。文君回来后，我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了，但没想到，这只是一个局。 强，就只能做棋子。所以我的父亲被诬谋反，满门抄斩；所以我的妻子几次被人夺走，始终不得安宁；所以从今往后，我不要再当局中的棋子。 我要做下棋的人。百里东君，别再那么天真了。没有人会永远像从前，整天傻呵呵。 不知人间疾苦，我现在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做叶云，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，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定制。我在此修炼近20年，旨在收复北阙，解之北离。可到如今，我的心愿就此要停滞。你很好。 现在体内已经有我们3个人的真气，足以纵横天下了。你想做执棋人，那就统领全北域的宗族，带领着北域的铁骑，踏平中土吧。你死于我手，不恨我吗？ 英雄立于世，心中爱恨，岂能如此凡俗？我心中最恨就是北离。如今我们的敌人是一致的，那就请你继承我的遗愿，做。 显得天下第一，踏平北离。